大家好，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血手宝典西机枪条枪。在机枪扫射当中，左键为长按住，各弹射速由游戏内定，再加上固定时间，也就是连结间歇，插入偏移量的机枪循环扫射。使用机枪依机枪制定射速间歇时间，使用者需要反复调整出机枪射速间歇尽量相近的同步值，方可进行修正各发的偏移量。目前适用的游戏有 APB Reload、 全面通缉之类的游戏。使用者若使用这类的游戏的时候，可以使用七机枪模式来调整枪械。好，我们来示范一下，按一下试枪，然后我们可以到小画家中试一下按按键，好，按左键按一下，可以看到，它现在按下去的时候，左键按下，它是一条线，表示它这个是持续按住的状况，跟 V 循环点按点放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。